景致也好弄到。其实我们是进来避风啊，因为是太冷。这里有卖很多 keychain， 很可爱。它这个 area 呢，其实它是在芒果里面是算是最忙的其中一个 spot 啦。不管是在任何的季节啊，什么都是很多人的。我们在西登找到了一个宝藏的店，对，它是一个日本茶。然后我点了这个牛肉黑饭，才7磅多吧？7磅哦，对，便宜其实。那它的汤是米苏素，然后任你拿，然后阿姨叫了。对，我点那个虾，然后再配上它的饭，酱酱，还有酱，还有红葱酥，然后再配它的这个小小的寿司。阿星点的是这个，是鸡肉饭。前面那群戴白色帽子的，就是他们来庆祝18岁的生日，然后他们都会穿这个白色的帽子，然后在路上游行，好特别的 culture。我们来到了那毛毛的图书馆，然后我们进去的目的就是去拍照。对。我点了这个 tin pork jelly 配那个火腿肉，然后最近点的是羊，还有来这个 Sweden 一定要点的 meatball， 还有 cranberry sauce 也是最重要的，还有阿丽点汤，因为我刚才已经吃了 cake， 不想要再吃太 heavy 的东西。OK， 吃饭吃饭。哦，那边有风车，远远那边，那个被雾挡住了。风车。这远远这个是西德门多，然后跟我在德国吃的很像的那个味道。它是外脆内软，因为它的外面那边它包了一朵糖浆。中间黄色那个它 custard 的 flavor， 虽然它没有很特别的，但是都很好吃。这 pink color 的应该是 berries， strawberries， 然后它是有真的果实在上面，然后它很酸，所以我很喜欢。它就是很喜欢吃酸的东西，我觉得应该是我最喜欢应该是这个 strawberry， 酸酸。berry， 它每一个盒都是 closure 来的，上面放。然后刚才那个白色那个是 cheesecake flavor， blueberry cheesecake， 还是油油的这样子，是不是？一个人才50哦，50，不很贵，我觉得 OK 啦，谢谢。看完了阿莲他们终于回来自己吃这个佐菜班，他最爱。OK， 到了他的，呜呼呼，佐菜，哇，很香啊，开心。给你来个特写先，来，这样我看不到那 screen 了，是不是？Amazing， yes， 是女人的第3条佐菜在这个 trip 里面的，很好吃。今天的第2根，夸张，他们真的是。是吧，小的这样肉，小的那个很脆，很 smoky， 它的肉味还是很脆。哇，你看那个水，哇， big monster。它的马色很好吃哦，你看还有放3个酱。哎呦，奶 the falling sauce。哎呦，哎，其实可以这样拍。还有那个炸筒。Again。还有吗？不了，很好吃耶。它的 ice cream 很 creamy， 然后它的我很喜欢它的 raspberry 一是酸酸的，配它的 vanilla 甜酸。而且才多少钱？才12罢了，才1磅多，很便宜。然后很有 quality 的 waffle 什么 ice cream。我们现在去骑脚踏车路，耶！吉利秀我们的手势，呀呀呀！
人骑脚踏车也是有那个红绿灯啊，很恐怖啊，真的。白豆，这样可爱点。我们来到这个，就是网上很多人推荐的 park。你看他还在摆 pose， 我真的傻眼，这个小孩子。Hello， hello。现场报道 ，Monkey on。我们挺好的，怎么这样子？加油！噔噔噔。我们点了那个鸡肉 avocado 炒面。还有丽欣点的酸辣粉，还有阿丽点的 spicy fusion， 好吃吗？阿丽，好吃，我觉得还有点太过辣，不过正常，一个 spicy fusion， 也不错，我觉得它的比较好吃的。我的很有 work 味啦，然后它很多蔬菜很健康，然后阿星的就火锅底料加那种粉丝，没有什么特别。我们来到了这个蓝湖，然后它这里可以挖石头的，你看，它这里可以大概可以挖到什么呢？有 snails， 还有这种鲨鱼的牙齿，还有 crab 之类的。哇，很期待，走，我们走。那个蓝湖就在那边，对，我们好像取西经这样哦。你看那个后面的路都是斜斜这样子的。来到这个 Blue Lagoon， 今天的天气真的是非常的棒，再配这个蓝色的湖，很好看。那个 Blue Lagoon 是他自己取名的，这真的很美。哇，侏罗纪，恐龙是这样子的啦。哦，你知道怎么还知道吗？因为他是原始人，他用他的脚来洗衣服。这是谁的衣服？耶。就是一件衣服打天下，三个人这样用。No， 我的衣服要臭了。Oh no！ 咦，还这样啊？真是狗啊！真是这个人。到我们的三号选手在那边洗脚了，现在。哎，真的很美哦，把你们拍进去先。谢谢你们老了就知道自己在这边洗过脚。旁边这边有人在挖那个 fossil， 可惜我们没有 hammer 哎，没有得挖。快点，快点，拍我！耶，快走快走，你可以来一点水。看到吗？有看到。这是我的第五个 sausage bun， 然后这次老板娘特地加多多那个 pickle 还有那个 sauce 给我。哇，很丰富哦。第五哦，这是重点。疯狂 ，yes。